在啊土瓦镇，我在本区制作了一个宣传短片，片差不多三分钟左右，他把这次土瓦起的这些灾难的现场的照片，还有他的背景音乐声哦，做得非常啊这个有感觉，让师友看了之后，我光这个短片来做宣传就捐了100口以上，好、哦、谢谢。再来，我在 F 区，我们花莲地震哦，我也做出了短片宣传，我花莲短片也最少也捐了100口以上啊，所以说啊，这我觉得这做短片非常重要，在我们大场面，我们很多师友在的地方会把短片放出来，放出来之后，我们旁边再做一个旁白，让师友能够感动，感动就能够激出他的这个同情之心，让他们有这个捐款的欲望，在那时候他就会有捐款的欲望，他一口这里一口，那里两口，那里三口，真的画出来哦，也超贵了。